银手镯如何调节大小？首先要看银手镯是否能够调节大小，要注意先调节两侧的金扣，将靠上的金扣向下压，靠下的金扣向上推，使金扣与手镯表面留有空隙，然后左右拉动手镯，调节出合适的手镯内径后再进行佩戴。记得用力要均匀，太大力或者太小力容易弄坏调节大小装置。推拉式的银手镯调节大小方法很简单，如果需要调大，只需要捏住推拉式手镯两端的推拉扣向中间推即可，如果要调小，将推拉扣向两边拉就可以了。佩戴银手镯也是有一些小禁忌的，忌与黄金饰品同戴，忌洗澡时佩戴，忌接触化妆品，忌接触臭氧汞。